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是要离开这座历史之城，这两个人还在苦思呢。我想删微信了，一定要做到删微信。就删，我回去删他微信。然后我们在罗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3天，所以我们现在 back to reality， 回到现实了。来一个，冯总来一个，来耍一个。现场给多少钱，兄弟？那你记得下来了？是。相信我的 GoPro 刚才落在了飞机 EJU2921 上，但是我在问了那个咨询助手，他们竟然找到了 GoPro， 然后我现在要等到，现在要等2个多小时，等到6点钟才能够去取我的 GoPro， 因为要等下一班航班从米兰飞回来，所以就是说，哎，等吧，但我也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不然就要等明天才能回来了，我不可能专门再来一趟曼彻斯特，所以就等到，6点钟吧。1 hour later。OK 了，现在已经过了有1个多小时了，我现在就要去重新回到5楼看一下我的 GoPro 到，因为他说6点钟可能要延误一回，因为毕竟飞机到达下航，下飞机要需要点时间了，所以去看一下我 GoPro 能拿到，如果拿到这就太棒了。Find you, you guys can find it back. GoPro Hero 7, yeah, with the mount. Where's the mount? Do you need any proof or something, signature? Yes, I will need. So you're coming in from the Milan. Milan? Yeah, but your ticket, your previous ticket, mate. I got it. That's it? Cheers, mate,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我已经拿到了 GoPro, 太棒了，终于拿回来了。真的不敢相信我这是终于拿到，我以为我 GoPro 这么贵重的东西丢了，就丢了。但是我今天拿回了我 GoPro, 我觉得 EasyJet 还是很有效率，我还担心它工作人员发现不了 GoPro， 毕竟它放在那个座位的旁边，不过还是拿到，失而复得这个经历也是，不然太大惊喜了。在西班牙丢了一次 GoPro。Steven 好像丢了他的 GoPro， 就是戴在头顶的那一个。你的 GoPro 真的丢了吗？啊 ？GoPro？ 对啊，没了。在这个意大利没有丢，每次出去要丢 GoPro， 那这代价实在太高了。行了，就这样，废话不多说，然后拜拜。背后的这个建筑修了半年了，还没修好。我1月份过来这里做手术，就开始修，到现在没修好。我们今天的话来到了这英国，这个效率真的太低了。今天的话我来到了 River Clinic 做最后一次的手术。我觉得我脸是有点改善的，但是不是太明显，至少比以前有改变了一些。然后我们今天就去这个诊所，把最后一次手术给做了。现在跟以前两次一样，敷了这个麻药，接着大概要等40分钟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脸上敷的都是白色的，这个就是液体的麻药，待会我的脸就会渐渐的感觉到有些麻痹状态，麻麻的，但是这只是第一次，还要敷第二次，所以慢慢等着吧。20 minutes later. Hey bro, what's up? 各位，我们现在。You look good, bro.
looked very red on my face. 我现在已经做完了手术，你可以看到，不过比上次稍微好一点，上次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这次的话只是局部比较红，上次真的是脸上都有点恐怖的样子，这次还行。 So we're going to have a look of the comparison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Yeah, absolutely. It's pretty rough. This one, is it the... I can't remember. Is it first time, second time? This is your pre-picture. Pre-picture, okay. 我还要做回访吗？好。当然了。 So what do you think, Moha? Any difference? What? Give me a high five. Oh, that disappeared. Oh, not disappeared, but getting... Yeah. Light. 现在就是把口罩戴上了，我觉得戴口罩这次的话就没有上次严重，上次这边就超级明显，这次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红而已，问题也不是太大。回家了。